肚子叔，你再抬高一点。哎，我说七宝，行不行啊？你再当，肚子叔，你再高一点好吧？你抬到最高。 打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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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
电视不好看啊！啊，你电视不好看啊？好，好看怎么出来了？好，真好，是好。你怎么不看了呢？你长大，你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了。跟叔说实话。 在外面讨个饭吗？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你讨过？对啊，真是苦了你了，苦了你了。叔是天天盼你回来啊，这么些年了，叔一直拿你当亲儿子养。 你走的那天早上，叔的心里就像剜了一块肉，难受。真是，你又写了31封信，叔都替你留着。看着你在外面混得好，叔打心眼里为你高兴。我们不讲那些，我有个正事情要告诉你。 这次打算回来带着我们村的人大干一场。我准备了2份礼，一个是电视机，一个呢是我在国营厂啊打听到了一个机。明天一走，你就走。啊，我走？越远越好。你走。 为什么让我走？你就别问了。叔是过来之人，你得赶紧逃。我又没办法，为什么要逃的？全江河的大明星在一屋都传开来了，为你这个名字县委会，他们都吵得一塌糊涂，很多人还拍桌子，知道吗？你说这是坏事还是好事？当然是好事了。那邱英杰大哥肯定是帮我在做宣传呢。 这是祸，枪打出头鸟，你知道吗？小心就是来抓你。现在都在鼓励放开手脚了，我没有做错事，他们为什么要抓？不会抓我的。等他们来抓你已经来不及了。那不可能呢！你明天一早就走。等他们都把你忘的时候，你再悄悄的回来。 过去你跟我讲，说鸡毛要飞上天，还没飞呢，就一直在逃。
我从十几岁逃到现在，都逃了好几回了。我到其他各县打听了一圈，他们谁也没有我们这里这么的大胆。我估摸着县书记待不成了，下来很可能抓的就是你，还有那个乱放炮的邱英杰。我跟你讲啊，叔，你是没有去南边看一看的，你要去那边，你就会发现了，我们胆子算小的，他们胆子才叫大的。你还是赶紧走吧，我看不得他们来把你抓走。你走。还笑得出来？